恭请点燃师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点燃师好，法师好，各位请照明，请坐下。千宁，各位灯门师，各位载车千宁，大家早安。早安，早安。我发先蒙上天主庇，做主的方式，以及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代表，以及阮咱老千宁五大医生，加上咱二老千宁、咱周千宁，各位灯门师的主庇，互我今日去来大家参考这个《道德经》啦吼。那这个《道德经》一本册呢，相信咱大家真清楚，啊嘛真了解啦。啊，咱今日就是讲哦，这个春季班是咱《道德经》，中文已经讲了啊。啊，怎么落来是要讲这个《道德经》嘛吼？啊，这本经典呢，当然是咱在咱中国，咱这个祖先留落来上盖好的经典，你嘛上盖有智慧的经典。啊，这本册呢，当然是咱拢有看过，啊对。对有哩，淡薄有了解，但是真正讲要深入《道德经》内底个内容，啊，甲伊个意义，哦，啊，甲伊个经典内底伊个啥嘞，伊个地位，哦啊，就是讲起来，若无一个平台啦，吼，啊，若无一个共同，而且切磋琢磨，啊，而且互相激发咱人个潜能内底，心中人内心世界个。也上了一个地位咯，那无透过这些平台呢，让佛陀激发出来。那所以呢，今仔日就是咱进入到《道德经》的开始，这是一个开始啦吼。啊，咱未来的时间加减啊，交咱这个啥呢？老子拍招呼啦，咱是先甲伊拍招呼啦，啊，然后甲交伊交朋友啦。啊，拍招呼就是讲哦，利用这个，哇，咱这个数字班吼。甲伊拍招呼啦，一个数字班内底甲伊拍招呼。啊，即马是当阿拍招呼尔，但是要去交伊交朋友，啊，要做知心的，就是讲咱要用心啦。若无用心话，你要交伊做知心的，有困难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老子是咱中国哦道德的鼻祖哦，啊嘛甚至是祖师啦吼，啊嘛始祖啦。所以对。咱人的智慧、生活质量啊，应该有深深的了解，深深伊个啥呢？潜能啊，甲提出来。啊，所以何况呢，嘛唔敢而且讲要甲你教啦，啊嘛唔敢而且讲要甲你讲啦，是而且讲啊了抛砖引玉，哦啊加减啊偏一个味就对啦，那加减啊杀掉咱这个老祖伊个啥呢？伊个这个军位啦，哦，伊个衫裤伊个背啦，啊，豆豆皮着伊个味啦。那么这个《道德经》呢，这三字相当是咱道德，哦，道德，咱讲道德，啊，到底道德是个道德啥话啦？道德两字，咱敢真正有认识，啊，咱敢真正有了解，啊，咱敢真正有深入啦。啊，所以《道德经》呢，是咱修德办德伊个啥呢？弘扬。啊嘛是一个指标啦，啊嘛是要互咱解脱上界好不二法门啦，不二的法门嘛是入手的法门啦。那么我底下甲咱做一个简单哦，伊个参考啦吼。这个咱老祖伊是一个智人啦，啊，智人就讲哦，无简单的人啦，就讲我全中国敢出一个尔。我咱中国历代看偌久啊啦吼，经过五千几冬，咱中国五千几冬的道统文化，五千几冬的道统文化啦。啊，这个道统文化内底哦，经过历代到现在啦吼，看伊偌久。伊偌久落来，经过偌济历史，伊个洗礼，所以刚刚出一个讲法的道德，哦，道德经，哦，是咱全世界公认的经典，
所以是一个智人，啊，咱是一个凡人，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啊，咱嘛阁是一个罪人，啊，咱嘛是一个啥呢？要讲就讲，咱嘛是个众生啦吼。啊，所以哦，这个凡人交智人要打招呼，你甲想，敢有困难？有困难无？相当是困难啦吼，是相当个困难啦。啊，所以历代教练在呢，研究道德经、研究道德经的人哦，不犯其数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哦，非常的有解嘛！啊，既然是伊是互人公认的智力，伊讲的物件，人讲就是智力啦，毋是咱直接讲的，嘛毋是思想咧讲，嘛毋是用我的观念咧讲，嘛毋是用一般的人咧讲啊。所以伊讲的物件交别人无同，伊写物件交别人无同，伊所陈述的物件交别人无同，叫做智力啦。所以咱今日个力内底有正力，有古歪力。有我想的理，有众生的理，人讲讲所讲理啊，无所无理，迄理的物件足多，非常非常有诶多，这多嘛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今日囡仔就讲，来研究着脑组织的智力，安尼好无？安尼有赞无？应该是有赞啦吼，互咱的思想就要改变。好，咱的观念就要改变一下，啊，无咱先管咱家己的思想，先管咱家己的观念，先管咱家己的意识来对这个感觉，啊，这个感觉中间哦是凡人的感觉，唔是智人智力的感觉，哦，嘛唔是智人智力的直觉，是一个感觉，所以这个感觉甲直觉的差距足大，迄直觉代志就是讲我完全无思想，直觉就是无思想，啊，这个感觉就是有思想有意识。啊，有贪心思，啊，伊直觉完全无贪心思，所以今日囡仔，若假使讲带着贪心思的观念在咧研究智力，是格格不入啦，是格格不入。所以今日囡仔研究着智人所写伊的智力，咱的心一定要放空，放空啦，啊，就是讲话，咱的心一定要清净，啊，咱的心一定要诚心，安尼才会当调脑子伊的智力不克，这是一个不克。唔是你听话，这是仆客，仆客叫做心得。哦，我若无仆客，就无心得啊。所以智人讲智力，啊，但是讲要写智解。啊，那是这个脑子得结晶，啊，离迄个雕代延伸下来，伊就是讲哦，有八百几种伊的解说，八百几种的解说就对啦。唐宋元明之就服起兴隆到周朝的时阵哦，落来有八百几种。也解释啦，是讲全世界，哦，这个道德经是占第二名，伊的解释第一名是圣经，第二名是道德经嘛，所以伊解释琳琅满目，哦，琳琅满目，啊，嘛有神父来解释，哦，啊，嘛有迄个啥的，迄个孔老夫子学生来解释，啊，嘛有孙中帝君来解释，啊，嘛过去清朝、明朝，哦，啊，甲迄个朱元璋足济，哦，的人的解释。所以要达到智解无简单，这是一个程度。哦，所以咱今吼《道德经》科学家拢用伊个名句来作为咱这个科学家哦，要研究伊个啥呢？伊个啥物密码？伊个密码。啊，作者导演哦，伊个武侠小说嘛，拢用迄个啥《道德经》内底伊个句，他的句，他的名跟句，哦来作为伊个修为，所以叫做智解嘛。啊，界人上顶界、中顶界、甲下顶界拢有啦。哦，啊，上顶界见人见智，下顶界哦见人见智。哦，所以这个界物件无同，所以话是界界浅，话是界浅。但是咱今日囡仔要去了解这个界水的人哦，就是讲哦，你的程度啊，加油到，然后甲看有。啊，无是文字拼图啦，咱是讲文字里啊拼图。所以咱今日要讲书。哦，包括好发财啊，拢伫个网络内底哦，提资料，安尼拼图就对啦，文字拼图，这足恐怖的哦，就讲哦，伫遐中间哦，无法通做一个啥嘞，做一个足正确的解说，所以智解就无简单啦，啊，智解就讲你的地位有够，哦，啊，你的思想有够，啊，你的心够清净，啊，你的德行够有够，叫做智解，安尼才能讲解会通啦，啊，若无是文字伫遐咧看盲啊尔啦，文字。哦，就地图安尼看来看去，安尼又不飒飒啦，不会格格了，对啦吼。所以就讲叫做智解。智解人
点咱爱有基，哦，你有基，哦，有基就对，爱有基，基未了，这是你的地位。啊，你的地位若对，啊，你一世人就，一世人勇敢财产就足济啊，这财产才叫做福德，嘛叫做地位嘛，哦，所以得生福德，啊，甲生啥生地位嘛。啊，但是今日去老子所讲的道德，就是甲道德解说到淋漓尽致。三个神乐天地，吼，像敢若老子甲道解说甲真，中国甲出一个人，啊，甲老子安尼啦，啊，然后孔子较头头慢慢甲佫啊解说落来，吼，所以伊啥物，孔子去侮辱老子，甲称赞到老子甲叫游龙之胆，神龙不见其尾嘛，佮伊个神识到底嘛是一个袂，到底安怎来，嘛毋知影，啊，伊死嘛毋知去对啊。伊嘛唔知撞唔对啊，阿嘛唔知伊碰唔对啊，阿嘛唔知伊就跌下来，所以历史的版本对伊哦，人讲哦无伊是不见机，受水就不见机哦，到底安那来唔知影，啊到底安那死嘛唔知影，啊到底跌下去嘛唔知影，所以伊完全是靠道修行，伊的心是靠道修行，唔是咱真哦，那一个靠边关的人，那一个靠运动啊，倒转去哦，好，安尼零三零来，伊完全无生无死啦，靠道修行。哦，所以伊讲的物件是讲条儒经，条即个金刚经，盖在中间。伊讲后讲儒经，后讲金刚经，伊的地位嘛，讲儒经伊的地位嘛，讲先天的地位嘛，讲后天的地位嘛，讲同性的地位嘛，讲色相的地位啦。所以是一个境界，所以伊无所不包啊，无所不含，叫做境界。华严经就是差不多两个境界尔。哦，天道观念也是境界，爱境界就已经唔是极多的问题啦。是一定吼，人讲是达到到虚空，这个境界啊。吼，伊无金刚经空相，伊妄空会落来妄空，啊，伊无如经内底的执相，落在这个后天的执相，落在先天的执空，伊走在中间路线啊。所以这是一个足不简单，啊，伊的用词够现代化。哦，他的用词就是现代化，又不会有历史的包袱。啊，伊的讲的物件，人讲特别深色，伊的用词特别深色。哦，我看了伊的吼，伊的道德经，一方面是做见晓的，啊，一方面是做忏悔的，啊，一方面就是无言以对上天就对了吼。看到伊的道德经，较有这个感觉，唔是单看文字尔，感觉讲我修道修遮久啊，修四十冬拢变思维就对了。过去的执相，啊，过去的比较，过去安尼哦。安尼吼，是啊，真正非常见效的、见效的、见效，对啦。这个感觉出来，过去看什么经典的，互我看中庸无感觉，看到你更感觉详细，所以那个叫做境界。啊，若无这个境界，人啊无采工在看啦，吼，无采工在，你无对照你家己的心，经就是咧对照嘛，对照家己安尼嘛，所以这个境界，啊，啊，若真正修道修到有一个契机啊，修道就到一个境界啊，安尼叫做妙解啦。那一般叫做见解，啊，见到这个了解就搁无同啦。所以这是因缘聚的问题。安尼解释拢对，但是今日去中间嘛，你解释物件，你刻几句，你爱刻，你毋是看过就刷去啊，看过，啊，对照你家己的心，啊，对照你家己的言语，啊，然后中间哦，你免阿去更新，啊，这个更新足重要。哦，啊，咱家己讲自我感觉很好。咱感觉讲，用咱的意识这么狭窄的空间来咧看道，用咱的想法作恶伊的物件来咧看道，啊，用咱这个啥黑暗伊的意识来咧看大道光明伊的道，安尼是讲很误解，足误解的。所以咱先办道哦，是足危险的哦，办道是足危险的，啊，修道嘛足危险的，全世界上最危险的，伊两个工作是修道甲办道。那无有智慧，修道甲办道。也落入到无穷无尽黑暗的陷阱，因为这是一个执着，哦，执着就对了嘛。啊，恁今日去修道办道有执着无？恁若用以过去经典，以道德经这边行，哦，来咧照家己，哦，伊的过去伊的行为，安尼才能讲得较清楚。啊，毋是别人家己照，是你家己照，别人无可能家己照，你家己照。所以各人修，各人得，各人办，各人接受，就是讲这个道理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去唔是听人的话，爱听圣人的话。哦，咱当然拢听人的话，大家若十个人讲对，啊，你就讲对啊，唔是安尼。哦，一百人讲对，啊，一人讲唔对，啊，一百人就唔对嘛，讲对，啊，一人讲对，啊，嘛讲一百嘛讲伊唔对，
啊，到底有啥物人对，啥人对？天知影，啊，你知影。哇，天知影，你知影啦吼！啊，恁今日去用足少伊的思想，用足邪啊伊的思想来咧看大道，无穷无尽伊的宽敞。哦，安尼是理念，同讲伊跟少年只有道君主之法嘛吼，伊少年只的想法，还是道君主伊的想法，安尼是理念，想要了解了解了，想要了解嘛吼。所以作者是为知性，所以老祖是咱中国先伊的性，伊要正义，历史要较正义。啊，国教的物件无争议，不论是这个啥呢，不论是这个啥，主政党跟反对党都不争议，拢未去搞批评。全世界上无批评伊的啥经典，就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哦，你儒经孔子各有批评，你金刚经各有批评，今天各有批评，干哪？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历代过去不是接近下什么款的伊的啥？哦，接近党跟反对党跟邪跟正，对老子。哦，伊个道德经拢无心生主义，伊时空环境的背景、生态的背景，伊完全符合。伊个用词真真正正拢讲，无人历代空前最好，无人想老祖这个用词用到加上来恰当的，这是无简单嘞。所以今仔日哦，要浅述着老祖这个道德经哦，就是较简单，说学者之名，说就是讲哦。啊，浅熟的人，甲讲的人，啊，是真正有了解的人。那无了解是，我哩讲这个道德经，老师来讲起来，我呐正常正经，但因为我的境界无够，啊，我的地位无够，啊是排着罪来咧讲就对啦，啊排着过失来咧讲啦，吼，啊排着不足来咧讲啦，吼，啊就是排着这个罪，排着不足，啊排着过失来咧讲，啊是互咱大家中间哦，道道会当避着老祖的避啦，哦，老祖因为我唔是病。哦，牵涉的不是这个病，但是无啥呢，不得已，而且甲别个相讲，啊，我嘛唔爱相讲，啊，但是这个道德经凡是好，啊，都主办的，啊，无讲也说袂实情，哦，啊，别讲也是足恐慌的，啊，无讲也袂实情，啊，恁就意会咧，哦啊。生活哦，是非真多，问题真多，争执真多，哦，烦恼真多，压力真多。啊，尤其这个上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伊个世界内底哦，咱是已经透明化，无用完啊，就对了哦。咱是全世界拢透明化，所以拢无用完啊。对讲唔对中间哦，是你程度的问题，是你智慧的问题，是你判断的问题。所以咱今日去为人作好，啊为人作歹，是智慧的关键，智慧的结合少。
啊，智慧坐较少，命运嘛是智慧咧掌握，世间啊一切伊个问题嘛拢智慧啊咧处理，啊嘛智慧解决咱一切问题，所以智伊咧讲外口，慧伊咧讲内底嘛，所以智慧咧讲内心甲外用，这两个生态嘛，啊这两个面嘛安尼嘛，啊这个智闽南讲应对世间一切的物件，但是若假使内底无慧，这智会干巧，会圆滑，人讲哦，即、这个心机哦，啊会安尼做表面工作，就变成即智，就变成一个智识。哦，啊，即、这个慧就是智慧内底就讲交叉互伊平衡。哦，智智要用智以前要用慧，啊要用慧以前要用慧以前一定要互外口圆满，内底也圆满。所以智就是圆满外口，啊慧就是圆满内底。所以智慧两字中间是咱生命内底的财产，啊智慧佫讲袂出来，所以呢，金刚经啊叫做八戒。波罗的叫拍者，拍者，咱这个中国甲讲智慧嘛，啊智慧咱只简单一个想法，一个概念讲，啊就一般咱想的物件叫知识，啊把知识讲到智慧，安尼就差大咧啊，差足大咧就对啦吼。啊，这智慧闽南心识智慧中间哦，咱今日因哦，个人的程度无同，所以咱来到世间哦，过去拼一世，拼过了百世，才当来修道。卡当伫道场内底，但是咱今日去到道场内底中间，敢有生智慧出来？你讲像咱自得到教前前，咱有生智慧出来？咱的思想、咱的看法、咱的想法、咱的作为、咱的行为，敢有交过去相共？啊，敢有改变偌济？咱人咧改变咱个人的个性，啊，甲习性嘛，种个智慧，通过智慧，啊，当彻底改变。若无智慧要改变，困难。尤其阮做点样事，人实在改变。啊！你去考代表，我可以跟你讲咧，点文书不能无人讲讲咧。哦，若要对了，点文书上个对了呢，伊呢无人敢甲你讲。哦，为啥物咱家己地位无够？哦，所以今日今哦，这个生活地位中间哦，是咱每一个人应该有诶物件，是咱历史轮回哦，伊个啥呢？伊个财产，是带了咱前世，带了后世，带了宿世拢是地位。所以咱人生活品质不高，是地位的决定。哦，你有钱无钱，你生活品质好，到尾是智慧决定。咱人心的清净嘛，智慧来决定。哦，你入道内底嘛，智慧来决定。哦，修道嘛，智慧来决定，办道嘛，智慧来决定。所以这生活是涵盖所有的物件，所以生活心的作用，啊，心爱落在智慧。哦，这个啥呢？这个啥？这个地基，地基在这个智慧内底。那么何况呢？你讲你讲这物件，中间我来讲哦。我对这个上来，对这个修道这段时间，我体会真侪嘛。啊，体会真侪中间嘛是讲哦，啊，这体会中间哦，换成这智慧。啊，咱人吼，受苦愈侪，干扰愈侪，接触愈侪，磨课愈侪，若无智慧，哦，若无智慧中间会落在偏激，会落在怨天尤人，会落在作恐怖，伊个啥呢？伊个阿修罗世界。啊！你若讲生活有智慧中间哦，不得摸课，不得考验，不得外靠伊个啥呢？伊个结果无人互人诽谤。你智慧若世界叫做逆境增上缘，是这个概念，这是点了，这是转折点，这是转折点。所以今日讲，你若智慧，你富贵贫贱、夭寿穷冬，你拢随缘自在，不变随缘。啊，随缘不变，这是叫做智慧一个中心点，一个中心点伫内底。所以咱生活若无智慧，咱处处也是非，处处讲是非，处处拢欲望欲做主，足恐怖的，非常恐怖的，对啦。啊，咱人吼无智慧，人若讲安怎，你就对人讲安怎样；啊，人若讲安怎，你就对人讲安怎。家己拢无自主力，家己拢无分辨力，家己拢无啥判断力，拢完全拢无就对啦。啊，闻鸡起舞，人若讲东，你就讲我东；你若讲我西，你就我西。你一世人痛苦，人的好甲歹，毋是看伊讲的，看伊现在。你今日你现在你讲比人较好，你的家庭讲比人较好，哦，你的子孙讲比人较好，哦，你的生活讲比人高，你脾气讲比人较好，你讲过去都无较做啊，你讲现在就好啊，因为现在是代表你过去的结晶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今日你咱一定要智慧判断，智慧叫做自主力，有了世间一切变化，你有自主的能力，分辨的能力。哦，你有自主的能力，分辨的能力，搁咧破解新闻、信息这三个过程，你较难明辨。你无破解新新闻、信息，你无可能达到明辨。明辨就是弘扬出来啊，明辨就是啥呢？发表出来啊，安尼才能讲这个地位。
要有自主力，你家己欲望要起来的时阵，你家己有控制的能力，唔是你想啥要讲啥，你唔是我爱啥就要啥，唔是我要想要做啥就要做啥，你有控制的能力，安尼你赢，你赢着你的，赢着你的心，你的心赢赢你的心吗？赢着你的，赢着你的家庭，赢着你的道伴，赢着你的人际关系，你拢赢。所以，个生活的地位嘛，啊，地位好唔好？地位不是口头禅，大家拢在讲地位，但是一摆个九十九个做袂到，啊，迄个做会到，迄个叫心得啊。所以，这些地位，伫相处了这些地位，啊，伫考验了这些地位，伫迄、那个，伫迄个转折点了这番地位，伫迄个心上了这些地位。这是无简单嘞，所以我感觉修道是高难度，但对阮足高难度的。咱看外表，咱无看迄个啥内涵；咱看哩外在，无看哩迄个真实；咱看哩假象，无看哩真相。咱目睭世界上歹吧，拢骗家己，搁骗别人。咱有目睭骗伊无？有啊，应该是有啦，我嘛拢有呢。哦，啊，你知人过头就好啊，啊，唔知过头就歹啊。那么好，我们以两个点来讲，第一是检疫，检查我们的欲望嘛，吼，检查咱的欲望。咱的欲望无，伫底啊？对，我看卖，啊，咱欲望伫底啊？有啦吼，啊，这边哪讲，啊，讲袂出来，啊，但是有，哦，啊，大家拢用欲望，啊，但是咱的欲望咧用，啊，内底有正欲甲邪欲。你迄个啥厉害？伊个关键，看到你个欲望，你迄厉害哦，伊个啥个关头内底，看到你个欲望，啊，欲望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善有善，应济啦。有善有善，欲望好唔好？有善又不善。应该是讲你拢讲唔好嘛，啊，那唔好变啊生活，啊，啊，所以欲望内底有分一个正欲啊，甲邪欲。哦，正欲甲邪欲，啥物叫做正欲？就是讲哦，这个欲来的时阵哦，就讲你知影意力之变，有下意无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有下意无？哦，啊是讲为了利来害了义，哦，为了利来害了义，安尼就叫做利害，安尼欲甲叫做邪欲，损人利己。啊，这个欲，那假使讲话利人利己，这个叫正欲。但是咱今日来心细搞一个检。检查的检，这个检内底伊个倒手面、正手面中间有一个轻欠的欠，哦，啊内底这个倒手面中间佫一个木，木就是慈悲，哦，唔通去害人，哦，啊家己爱轻欠，检检就是查，这个观察入微，啊观察文类，哦观察入微，佮咧查。察观察的入微了，对吼。啊，这个欲望大家拢有，但是存在咱内心世界的欲望，但是欲望佫太三个囡仔，太三个囡仔落来，对三个囡仔，咱敢知？对三项，这三个囡仔吼足搞怪，哦啊讲袂惊就对了吼，足搞怪，啊咱唔足杂听的，大家足听的，像阮孙足搞怪。我老母就讲话，敢敢讲？啊，我后日讲无对，会早讲较暗。哦，啊，一个囡仔讲到唔正惊去。哦，啊，无我就实在伊啊，就实在招他啦。所以人讲哦，有囡仔招他，唔敢咱先咱难得的度量。哦，啊，有囝招他，有孙招他，咱先啥呢？先咱难得的度量。哦，迄度量就是你要讲招他过。哦，咱讲理论是弱者为民最强。迄强就是度量，会感知到超脱。哦，安尼在人间用你用在宗族，用在社会，用在你家族，然后用在宗族，啊，用在这个啥呢？这个啥族群？这个是这个修身培养度量，五轮也得培养度量。哦，辅助啊，夫妇，伊家庭也得培养度量，然后到迄个兄弟，哦，啊，甲群臣也得这个宗族，啊，甲这个社会也得培养这个度量，叫做修身。啊，个一家家就是一团体就对啦，即欲望就是安尼。啊，你要检查，哦，啊检查你的欲望，变啊检查，即个叫做智慧啊。所以何方呢，为着要讲
讲这个监狱呢，让他在这里做一个参考，在那个《老子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就对了。第十二章，咱若告诉有迄个网络的物件吼，咱若告诉加网络嘛，咱甲《老子》第十二章，哦，第十二章甲摕出来看。这十二章呢，就讲哦，我食人人不忘，我饮人人饮米浓，我味人人口爽，知点点点，人人心发狂。咱得智慧，人人心兴旺，使圣人为福不为祸，故弃必弃取取，就故弃必取处。这个叫做在那个现实里面的中间，咱现在有佛所知的人中间，在那个道德经加所写里面，道德经第十二章，他现在文就造出来了，这文就造出来了。这个五色人人不同，咱这个手机啊，咱一日一天换手机的时间占偌济？咱交什么人上好？啊，咱交什么人上亲？囝若胖伊会烦恼个袂？钱若胖伊敢会烦恼？啊，手机若胖伊个？手机若胖伊哦，比胖伊是更加烦恼就对啦吼。因为太方便，啊，去手机啊内生呢一个电脑，一台小型的行动电脑。予咱足济方便呢，啊嘛，予咱足济做代志个啥呢？伊个速度，所以咱去做代志个速度内底哦，手机啊来足好用个。所以手机啊会当刷卡，手机啊会当买物件，手机啊予咱生活个林林种种哦，拢总表示出来，拢总予咱足方便个。安尼有好无？有赞了无？啊，世间个物件赞较好个后壁个啥？赚较好就会安怎样？利内底有啥？害，安尼利较济啊，害较济，应该是害比利较济，害比利较济。所以手机啊，干掉照相机；手机啊，干掉手电筒；手机啊，干掉咱这个啥呢？这个摄像片。手机啊，干掉所有一切咱这生活内底有做这个行业的人，干掉非常济。啊、哦，所以未来银行哦，免得作业啊，所以伊 AI 搁出来哦，就全部遐足侪拢干掉足侪足侪行业啊，计程车司机、律师、老师，足侪行业的物件拢会叫，或者 AI 干掉，啊，即交手机拢连带关系。买票买啥物物件，搭税咯，啥物物件拢有智手机的作用，所以咱唔免搁去安尼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啊，所以咱未来人拢是宅男宅女。所以你手机啊，干掉咱的眼睛。你有干？你有照片？你有干？你眼睛较细都有了。干无？所以叫人五色人人不忘。啊，大魔王，全世界阿修罗就是这笔，这笔是阿修罗。啊，这笔无比阿修罗，更加阿修罗的。把咱的时间，把咱的感情，把阿公阿婆的感情、兄弟的感情、弟兄的感情、朋友的感情、关系的感情。拢互一支甲干掉啊！你伫咧食东西，看手机啊，较侪是看爸爸妈妈较侪，看手机啊较侪。食饭的时间，哦，斗阵的时间，拢看手机较侪，足恐怖的。人囡仔中间嘛，你骗囡仔一支上好骗，你骗水一支嘛上好骗，一支若跌起来掂去啊，一支若跌起来掂掂，你就阿爸袂走来走去，一支若伊啊流泪啊。所以人讲哦，我就讲我是二年不崩，有恐怖无？咱即敢来改，敢来，即个智慧改，毋是别人甲你讲的，改是你家己，你家己有一个啥设定，啊，你家己有啥想法，啊，咱是有力量无？第四条敢有力量？第四条无力量，手机啊比力量比第四条较侪，手机啊内底谈物件拢有，酒色财气拢有，财色丁水皆拢有，谈物件拢有，伊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，谈拢有，你要爱物件，基本都拢有啊。尤其是少年一辈、年轻一辈人间哦，你过来听道理，你过来听你唔来，而且咧讲手机内底拢有道理通听，所以讲江苏阿不足大，阿江苏阁有啥物学？所以讲江苏咱讲遐老调，咱讲遐过去的物件，人较爱来，所以道场人愈来愈少，你有感觉无？因为咱无想要提升家己，咱无想要提升咱这个地位，咱无想讲咱今日要把咱江苏的品质提升。讲的物件拢是文竹一大抄，拢是烟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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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物人听得落？盲人甲听得落的人，
有读卡人会来会来吃菜的，未来吃菜，因为你讲的物件无吸引力啊，你讲的物件无生活化，你讲的物件人无需要，因为我要爱吃物件，我伫手机内底拢有啊。所以道场的心态演变到这阵两间，咱拢无要更新就对啦，咱无想要更新就对，咱今日传统死期死路一条，因为你的思想无改变，你的观念无改变，你的头壳即个无更新。你拢想过去，人讲哦，讲来讲过去，啊，啊坐咧困袂去，啊坐咧咧独孤，啊困咧困袂去，那种老人啊，啊一句话都要重复，人啥物耐心都要重复。江苏所讲的道理，自乎我三十天到四十天讲的道理，差不多安尼，重复再重复，重复再重复。啊，道场有危机无？干部，有无？危机是对啊。无常。你咱的心，你咱无够地位，你咱家己生活无够水准，你咱家己的生活无够点点。安尼有，安尼有将来无？道场是一个黄昏啊，变了黄昏啊。什么问题？单处经济问题。你为啥要改变？你的行为交过去相同，你的行为交众生相同，你的行为比众生更加严重，你的想法比众生更加严重，你的是非比别人较侪。人看你吧，人卖甲你讲，格局相对矮，想法相对狭隘，啊、哦，所以简易，简易就对了嘛，简约，啊，该纠结你就歹讲者啊，你就无法能克制啊。啊、所以五色二零不动嘛，吼、哦，五阴二零二弄，五改五会，用家己的想法咧改制度，无去体会着别人。五阴就讲讲外口讲的话，外口讲的话，五色二零不动，五阴二零弄，道理不是用听，用五的，迄、那个音爱用五的，声内底调音有声内底爱五着内底的音。弦外之音，哦，人讲真骨无口，真听无耳，你不客。所以五音二零二，五音二零二，拢咱算是修罗班，多一个大主音在听到你听到三四十点，听到变老啊，结果伊的行为交众生相同。为什么三四十点所听的道理完全无意义？安尼有罪无？有无？所以简易嘛吼，简约。五音二零二弄就讲哦，你一定要和气，啊，和气就对了。啊，你心一定要放了，放了这个和。那五味二零靠上，咱今天讲咱个食素食，爱食五味，食菜料，食咸，食淡味，无食清淡。所以咱今食菜人，食菜人就对了哦。咱是食菜人，咱拢是食菜人。但是食菜简单嘛，但是你要食营养、食健康、食淡，所以愈高煮食的人，愈食的人，愈高煮食的人，愈食的味愈淡。但是咱食淡味，温大油、温怕济条、温遐淡味，食到咱真素食的人百病丛生。我真拢唔敢想讲，我若讲讲建议哦，你拢讲安尼哦，我拢唔敢想讲呢，讲只食一个，我拢唔敢想讲呢。我若想讲，人咧我点啊！我是爱恁好个，我拢爱恁好，但是我爱恁好，但恁讲讲我歹个，哦，安尼绩效最注重了无？咱讲，咱是咧食好，咱是食清淡、食无营养个，食菜内底个属性，咱是食味，咱是食内底属性，爱食咱个体质，食咱身体健康，唔茫食出癌症，唔茫食出高血压，唔茫食出糖尿病，唔茫食出足济遐怪病。咱食素食人比素不食素食人病搁较济，气色搁较歹。咱讲上天无慈悲，是咱个上天无慈悲。你无地位，上天袂来慈悲啥？你若有地位，上天就袂来慈悲啊！因为你有分辨能力，你知影选择。所以五味人人口爽，我是讲吃即块，但是咱今日要爱不道味，不是外口个味。
一个人会当照顾家己，就当照顾别人；一个人若袂照顾家己，你就袂当照顾别人。你若讲食菜足好，你食到身体红个赤子，还佫身体佫足好，佫拢无甚物毛病。人讲相信食菜好，啊你食菜食到黄酸，食到百病丛生，人讲食菜佫好，人嘛不相信。你家一个嘴多了 Google 号尔，真个人不较早，真个人拢讲知识足怪，真个人拢讲哦，诛心毒疮素个。所以咱真哦，食阮这辈人拢要逐工来更新，看起面拢暗吧，看起那黄皮黄酸黄酸，哦，为什么原因？互我讲起来，人家是得罪足侪人啊，来说坦白。我到这个时阵，拢讲哦，该讲的物件我会讲，哦，所以努力令人高尚，所以难得哦，低平颠倒令人心发狂，咱的心情有啥变？走变了了，静不下来。阿哥，阮遮顶头所想，讲静落来，触动的就对啦。真正要增高难度，毋是我尔，恁嘛相共，大家拢相共，静落来呗。想看卖呢？真人足无聊，无聊到透顶。脸书的平台，你今日要创啥？静落来，拢上脸书给人看，足无聊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为什么讲安尼？因为抗议、抗动，手机啊比你播搁较播，三无时直直看，三无时直直看，三无时作假看，心未静，哪有时间就直直看。所以今日囡仔，咱要收到差言了啦，真了呀！这心作歹去控制，太动、太动、太动啊！回归到原点，收到是啥？是要互你家己会当回归到你的原点，你的本性。建议，所以呢，这个啥呢？这个，就你跟第十二章在讲咱生活，五食五音，哈、哦，啊，讲五味，啊，五味讲一点。所以呢，今日另外思考，互我一直在反省我家己，哦，真正做得不足的。咱唔忙大环境的感染，对他这一股黄油冲出去，就恐怖了，对不对？真够恐怖。但这条新的空气哦，动静会当平衡的足困难啊，动会到10%，静到10%，对滚到10%。所以咱要安那会感觉道的宝贵，道的庄严，道的价值，道的自信，讲予人知啊。咱人遮浮躁，遮浮动，好可怜啊！哦，所以叫简易。那么第二，我讲狂躁。发狂，那个不舍，哦，发狂，那不舍，对的。内心世界因为太动，不能够静下来，不能够修复你这一颗心，不能够存掉你这一颗心。所以，咱无了思考，无了言搞，无了见搞，无了见搞，我们就展现我们内轮内根心那一种的浮躁、躁动、不安、狂跟躁。所以，我们道场也都示威嘛。是不是？那甲你，你听袂教的，你心就夹起啊！你夹啥？你无本事通夹呢？你敢对恁家己是夹？你要对德心夹，对其他夹，你夹啥？德心，那是你的啥物人啊？那是感觉德好，靠你修德尔。你凭什么跟人家躁动？你凭什么骂人家？你敢明你的家己是谁？你敢明德心是你的家呢？因才是你的囝呢，太恐怖了！人暗修，你会当来对人安怎样？古早人讲一句话：我暗修，我比老师你较大。你凭什么？你也无讲钱，你也无钱去学人。你凭什么对人家发狂？你凭什么对人家狂躁？躁狂跟躁。不是这样，他控制不了，为什么他没修养，他没涵养，他没地位，这样动静也可怜，所以狂跟躁。那么第十三章，我要印证《道德经》第三章做人做三个嘛，这不是给我说的话，这是我们过去信，我是说比较强，说比较深入，让我们知道，不是今天我爱说，但是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修道修三四十年来，这些话不能不说，不能不说就对了。袂使袂讲，因为咱是幼稚园，咱是囡仔，咱是保守咧，哦。
一个人的唔对，唔是咱的，咱有管理通批评，唔对是个代志。唔忙前啊唔对，咱搁透过咱是一直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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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电视台一直讲过。就你内心世界叫做充满了狂躁。伊个代志，伊个代志，唔是我个代志嘛？你讲伊要创啥？哦，你为什么家己干掉，要给别人干掉？你有啥物理念嘛？家己理念要给别人理念呢？所以今日去同讲第二十三章，虚言助言。虚言主言就对啦，虚言就是讲足少的话，无讲话就是默契。小道就是不要讲太多的话，半道也不要讲太多的话，叫做虚言。你下主言，主言拢无讲半句话，完全一句拢无讲。但是春夏秋冬，伊的天行健，伊完全无叫误差去。所以修德不易，贵在默言。默言就对啦，默言就讲博客。哦，讲少做多，不是取做人取做人啊，卡那当啊取就当，这人是差点人。你做无多啦，你做无比人较多啦，你无去无法比较啦。人做你无看到啦，你做你有看到，你感觉你做足多啊，你不要感觉自我感觉很老啦。人做比你较多，人做足多，你做足多你无看到的，你蛮看表面。哦，所以今日变到虚言主言，哦，主言就讲。唔忙讲出来，你看他默契大自然的声音，叫做虚言主言。伊会较讲一句：飘雾不中调，谷物不中日。就讲哦，落大风透，落大风透大雨，到落几日？到落几日嘞？到风透几日嘞？你比如我干嘛呢？对，这时阵落大风透大雨，透落大风落几日嘞？透大雨落几日嘞？透风透几日嘞？落雨落几日嘞？有无？你讲我听干嘛呢？有无？无。啊，恁讲话下早时受气受气到一样。有无？那到半暝人，就早时暝人暝到，就早时暝到暗时的，你包死的，不是暝人会死，是你该死。这个意义就是咧讲啥呢？讲哦，这个无明。这个脾气无根无底，延伸延灭。那么飘风不中日，谷物不中调；飘风不中调，谷物不中日。上面两个主宰天地，天地都无法当好。这个落大风透大，落大雨透大风，安尼好规暝规日的，天地都无可能无这能力啊，何况是咱人呢？哦，何况是咱人呢？所以呢，取人为主者，天地天地上不能不放，何况是咱人呢？所以讲，咱人爱禁欲，爱自律，爱当规律。你一定爱家己控制家己，自律。你的脾气要夹开，你的念要夹开时阵，中间哦，你一定爱啥呢？你一定爱怎样？所有境界人多吃东西多，多吃东西多，多吃东西多，少吃东西少。你有修德的人。要多少讲，所以逍遥自在。你有德的人，你有福报，哦，你会当受人的尊敬。你要多德少讲。你一个人无德的人，是食东西是，你就交食东，你就交食反德白，你交反德白的人做伙。这个感应，君子交君子，小人交小人，圣人交圣人，哦，天人交天人，这是一个生态主体，涉猎自有道，这个涉猎自有道。所以是食东西，那我们惊食是食东西。安尼，台湾讲你来太悲哀嘛，吼，太悲哀嘛。这不是你的主宰，是天地的主宰。所以今日恁哦，咱一定爱知影，上天是目睭上清楚，世间上个清楚，你那个上天的目睭在天眼，观察入微，思而不爽，不是咱能力这个能力，我老不济咯，我老不济伊个上目睭，能力能力啦，安尼转来转去的目睭。啊，登来登去目睭，所以狂躁啊，咱尽量袂使狂跟躁啊，袂使用狂跟躁来去对待家己，来对待咱个四周个人啊。咱有狂加有躁无，咱家己清楚，咱家己清楚就对啦吼，咱家己爱清楚就对啦吼。结束。我讲的时间到，
啊，啊，剩几点啊？啊，啊，搁四十分啦吼、哦。来讲结束，注释就对啦吼、哦。注释就是系统，当一个原理，但是伊用落来物件叫做原则。原理无变，所以咱今日去会当起厝坐飞机是一个原理。所以你有地位的人，伊愿意吧？那么你人在世世间，无论是你生活、投资、做啥物款代志，你拢有原则。原则就是你的底，就是你的本。为啥物投资会失败？你就是外口的影响。所以，就投资股票、投资房地产、投资一切物件，你的主心无够。你听人讲好，你就对人讲好；你听人讲好，即个趁钱，你就趁钱；你听即个人咧讲啥，你即个人你就对咧闻之起舞。所以，即个人中间哦，投资股票、投资所有理财行业，人讲哦，人讲了钱的占70%，趁钱的无济，趁钱的无超过20%，甚至无超过10%，到10%拢了钱，为什么原因？你要了解这个原理内底的原则，理财为系统，哦，你的目睭唔是听人咧讲的，你的目睭爱看远，甲你看远了解看远眼光爱做近，唔是听近来咧做近，是看着远，然后来做近，唔是听着近来咧做近。历史世间的物件，拢总是变化。不离开这个场，啊，宇宙的能量是不变，这个不变，这个是体。啊，那车半浅就是这，但是这个不变，伊的背后变化无常。这个变化无常内底有着好、甲歹、善甲恶、是甲非、对甲唔对、有钱甲无钱、富贵甲贫贱，是这个变化莫测内底甲分家伊的。对待，所以咱真甲世间甲过一个有福报甲无福报，哦啊有富贵甲贫贱，是这个对待。所以善良人就是寄钱伫银行，啊好个人甲大只钱摕出来投资，所以是善良人咧成就着好个人，安尼嘛吼。但是这钱无变，但是你今仔日有地位的人，啥物叫有地位？你要了解代志的原理。然后你有代志，然后你做什么代志拢有原则，这个原则若协调嘞，原则若协调嘞，那么你的措施，伫迄个原理之下产生原则，伫原则之下，佮产生这个措施，啊，这个措施，就是今仔日你做代志伊的系统，你做代志伊的啥呢？伊的方法，所以这个方法佮叫做特殊，这个叫做规矩，这个叫特殊，这个叫做规矩，这个叫做体系。这个规定是政府自主啊，啊，这个啥呢？朋友优势，啊，那相关地理，哦，这个叫做特殊，五轮六轮那个特殊，不变，安尼家庭才会完满，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一个太太伫家内啊，电拢无要煮饭，啊，拢无要煮菜，那么先生敢会听？会听下袂？啊，一个先生拢无去外口做工过，趁钱来医这个家庭，那么某会挨袂？你要产生价值，你才能够立足。你无产生价值，你无法通在这个环境立足。那么你这个家庭内底，你这个生态内底，你要产生价值，你才有身价。这是叫做特殊，这个世间就是富足加富贵，叫做双赢是双输。那双输叫做接受，双赢叫做国泰民安，叫做世界大同，就安尼尔。但是你今日去这个措施内底中间，你一定爱知影这个原理。这个原理就是上天荷兰这个啥呢？这个道，你要体会这个道。你要知影讲，我尽做人的前辈者，我尽做人的后辈者，我应该爱做什么款代志，在位置应该做什么款工作。你爱深深体会你家己的身份，安尼个大家拢会当深深体会家己的身份，这个所谓语言。你唔能做出，咱唔能做出分外的工作，分外的工作。你唔能叫人讲遵守正道，家己无遵守正道。你唔能叫人家己讲哦，叫人唔能放下家己放下。
无道理嘛，大家毋是客户，大家是戆人啊！啊，世间无人伦，无伦理啦，乱。曹操的时阵就是无伦理，唔太乱。你看历代伊的国王，哦，就是无伦理，所以争争到大家哦，是争不掉。家庭嘛相共，伦理就是社会特殊，叫做天伦甲人伦。所以人讲人道往往天道才会成，这足重要的。唔是今日我爱哪爱变哪就变哪啦。你无认真人安怎样，你嘛袂当安怎样，人也嘛袂当甲你安怎，你嘛无可能甲人安怎样。那唔是听你的心碎，你唔是人，你唔是人，你唔是一人大汉的。所以今日你特殊足重要。道场伦理、社会伦理、家庭的伦理拢相共，国家伦理拢相共。所以全世界太乱，就是无伦理太乱。所以这就是准备有序，足简单。在家若无伦理，若无特殊，会做社会的相共。靠头想就知影。所以在那个啥的第脑柱第三十七章内底，互我个引证脑柱第三十七章内底伊个道理，有人做参考。我是引证个脑柱的道理来咧讲，唔是我咧讲的。我想最怕自己用自己的意思在讲话。所以第三十七章他讲安尼，咱若有咧谷歌哦，谷歌，咱若是写脑柱三十七章内底讲出来，所以道理基本上可以赚钱。你转来到底，人谷歌取出来，讲你，人哎，你讲对呢，你有别转呢，所以你这公司别再有别转啦。你转来到底，人来掠包，唔是你想伊叫，透明化，资讯透明化，所以资讯愈透明，咱的成果就越愈大。你要顶尖，你要竞争的能力嘛。所以规整就是讲，把这代志做好。把国家治理好势，把道场治理好势，搿个正正义讲述，伊个过程搿低低下底搿个地位，为正，但是为正的人，伊个心爱哪样？爱宽敞，爱包容，对不对？爱尊重，足简单个，安尼才会当。同心同同心同德协同心协力，你要尊重，你不尊重别人，还当尊重你啦？足简单嘞，你要尊重人的想法，尊重，还会当异中求同，同中合异，这足简单。这社会已经一般，不是霸道，不是霸道，不是金丝王，不是这样的啦。尊重，不是你两三个讲就算了啊，不是这样的啦。一个董事会要决定大事。不是董事长讲就算去啊，要通过董事同意，尤其道场搁袂使，大多数服从少数，少数服从多数。道场唔是无只无理来在咧做，你一定爱圆满。世间无少大事，大家拢付出嘞，你无付出变人较济。所以为政伊安讲，虚言无物。多想不为，以无不为。何妨六人秀，万不将自化，化以独作。我定是亦无人之托。多想不为，是哪个多想不为？因为无为是反道伊个苗，无为是反道伊个体，无为是修道伊个本。多想不为。以无不为，你迄个无为内底，你才当面面俱到，你才当产生平等观，你才当作我的附属，你才当遍及一切上行、中行、下行，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看法，拢总会当做到。权内底有责，权内底到底由于道场内底的权管内底无利。官内底是一个正名，还是无正名？唔是用官来咧压人，无人要你压啊！你唔压，你无人压你个囝啊！你个囝敢要听你个话？你压干嘛呢？我袂该信嘞，啊！若袂该信，变安怎样？所以今日你多想无为，而无不为，叫做为政。所以老子在这个为政内底讲甲足详细，伊是为政。所以多想不为，而无不为。
好王的领袖，就讲哦，你做一个领导者，就讲哦，我今日心主义道，就是讲我做我家己这身躯，我的心爱主宰道。好王就是讲，你迄个外，大叫做你做代志，你好王就讲哦，一个上司的人，你好王也告诉会当收到这点，你唔免做偌济工课，你唔免拼偌济力，你唔免做偌济工课，万物将自化，唔是你家生存的，伊自然会当。做些工作，安尼真讲甲平地喘，人无要听你。你啊苦口啊苦家呢，无那无那无解释，啥物原因？就是讲哦，咱已经做出有益的工作，咱拢用技巧、用方法、用技术、用心机来做些代志，要得草够济啦，真正要草有够济就对了。你若想这点哦。我感觉是足见效了，对啦，真正咱家办都办到安尼了，对，办到这种样了，对啦。哦，所以今日好王要领袖就讲，你今日去好王来，假设咱收到这个多相不为义不为这个体制，但是你今日去真正足积极来做这个工作，但是你的心内底完全无遐想的存在。可是好王要领袖，万不将自化，万不将人家己，伊会当家己化解家己。唔是我叫你改脾气，莫脾气就当改。是你家己改，啥物人无法通把一个道亲、一个人才心脏讲会改脾气毛病，无可能、无能力，是你予伊道理、予伊智慧，伊家己较自化。咱予伊是予伊个智慧、予伊个本体，毋是用即个我个物件落来，毋是你伫个压水、压树头、压树叶，毋是伫压树叶安尼尔，你是个压水。哦，伊金王，哦，伊本王，伊家己名利了，伊家己通做出修道办道的工作。传人是做心呢，啊，不是做啥？用观察人世间历史，用观察人做一个失败。所以，好王就拢是万不将就话，伊个来讲个脑子有够有劲，花衣玉装啊，假使咱今日去咧办道办到某一个程度，我的心念也起起来。我的起心动念，我要甲做风电，我要甲安怎，我要甲安怎样？风电是你讲的，是你条件够够风电，是你的你的能量够你够风电，是你的德心，你的德性够你够风电，唔是你嘴里讲的风电，就是风电的。人讲哦，水到渠成嘛，足足简单的道理嘛，你累积能量嘛，所以今日恁哦，花言玉做，若讲什么做这个工作，若讲说讲我欲望起啊，这个贪心起来，这个欲心起啊。我将定之以无名之朴，我讲我是马上用我这个道上无为伊的道，无名伊的朴，哦，无单纯的心，自然的心，哦，清净的心，把我这个欲望界压制，压制落来，化于欲中，哦，我将定之无名之朴，哦，无名之朴啊，定压不来，也欲。也将不了，那么我欲望就自然就流落去啊！这种办道修道的功夫呢，哦，老祖是讲到有够细腻了，对啦，真正讲到有细腻啊！哦，不欲一境，就是讲我应加者，不欲就是妄加者。我修这个境，不敢为，我修这个境。所以，人讲人呐，上师呐精，啊下师就精。你老祖讲的话啊！哦，精益精，输人精啊，精才当精，你无精袂精。所以今日呢，天下将自精，不用以前天下将自天下家己精了，唔是你家讲以前个精。好、哦，所以今日呢，这个了第维正章三十七章，所以今日去道场要读书。就是爱尽量老祖第三十七章讲解维正章哦，就是用对心下手。啊，对心下手，唔是对外口的法要下手啦。你安那计划就要较早啦。哦，体那三不得安那计划要较早啦。哦，落水就是落水啊，落水你去安那用落水啦。青烟你免甲讲啥，因为青烟啦，白伊的物件你啊放伫落光湾啊，嘛是白嘛。白的物件你放伫，你放伫啥呢？放伫这个啥？迄个乌乌的物件，伊嘛是白嘛，伊质就是白。哦、所以这点中间来讲啊，咱大家一定要清楚嘛吼。那么，落来搁个主言，真几点啊？
较紧啦。我讲自然就对了，你若讲自然啊吼，加两四十个哥，哥二五分的呢。因为道理都讲袂济，道理哦，道理都重点是上个简单的，安尼就讲袂过就疏去啊。讲济就拢做麻烦的哦。你若去百货公司哦，你拣衫款，拣济拢敢着飞去哦。啊，若几领你拣着，足紧足紧；啊，若济领你拣着，就做麻烦的。人讲多则祸，少则得嘛吼。迄老祖讲的话，我呢吼，你若衫裤、衫烫衫、衫裤呐，肯足济哦，鞋啊足济，要出来麻烦了无？有无？我妈妈无理解啦，我妈妈做爱水啦，啊，伊若要出来吼，对，一领衫裤配一领，到十月份也搁做爱水嘞。我若讲阿婆你家遮爱水，讲我做你的面子呢，我若不爱水，讲我写你的面子呢，讲我做邋遢呢，还讲个搁有了便宜安尼哦。啊，即卖我来晒下那个蛋嘛，啊，阿婆你讲你是安那家遮个事啦？啊！怎么我穿了讲啊？我今天衫配今天裙啊，配今天鞋有合无啦？讲啊，我足合，有够合的，有够合的，对啦吼。哦，你那足水的，你今天够水的，对啦。伊蛮讲话，伊话我去等你，等你来去今天去上班那个时间来去拖伊啊。我从今天约来啦，我来等你。讲啊，不你是安那开车门来，看车门来吃饭啊？啊，我是九点，我讲码头是九点，咱新毛庄是八点。哦，你赶紧。赶紧先去穿衫，伊就穿普通衫落来了。我伊就要穿普通衫，穿条食饭食饱，甲去宾馆穿一领，伊要出来衫，哦，够啰嗦个。我讲老母，你先去食。啊，不过唔然，上少就要紧，我甲你浸水，啊，浸水浸落冷个对啦。我伊赶紧落去，去啦，去啦。讲衫个，我过去过去出个呢，无就你穿啥物衫，穿啥物款鞋啊。我讲你若着定，足简单个，着穿短衫，足简单个穿起个光个，甲破鞋个裤着，足简单个安尼着好啊。你问佮多啊紧，我了够啰嗦着对啦。伊无认真，你嘛叫偷讲个啊。哦，这个主言啊、哦，那这主言哦，着、就是咱生活上解脱个境界。主言着对啦哦。啊，主言就讲哦，伫迄个时间上爱规律。就是讲哦，唔茫上暗困，啊唔茫上晚白天。就是讲哦，你的身体就是讲唔茫上暗困，背后就讲唔茫上晚困，啊唔茫上晚白天。就讲哦，早去困，该困的时候去困。就讲人之要人生，就讲哦，早困也好，啊暗困也好，就讲早困嘛会困着，暗困嘛会困着。哦，我有时我若无代志，我若早困；有时我若无代志，我到八点就困啦。啊！我的孙讲，阿姐，啊，你来较早困得去啊？我该困得去，啊，我要上山，对不对哦？啊，我早一点来困一个紧，但是我早醒哦，咱老了，较早困，咱三点我就醒醒啊。咱若较晚困，老了，上晚困到困到六，无超过六点就醒醒啊。所以，我若三点我醒醒，啊，四点我醒醒，这时间呢我就作息。所以人讲哦，三更起早就过一天。我老母时常咧讲，三更起早就过一天啊。所以早起的时间效率上好，春天、夏天、冬天，春天就是三点到九点，啊、哦，早起三点到九点，啊，夏天呢，就是啥呢？就是咧九点到下晡三点，啊，这个夏天、秋天就是啥呢？我下晡三点到暗时九点，我、哦、啊，冬天就是九点加这个啥？早起三点，这个叫这个春夏秋冬，一日二十四点钟除以数，来讲你一日哪够数四点钟不就对？安尼就算了，对啦。讲话你的这个机能，你的心脏啊，你的五脏啊，这个全部拢恢复啊。就讲话这个时间跟你注意啊，所以忙讲讲，下先接落去头甲鼻尖，安尼好。我加点仔头瓜日头，诶，得解。唔忙讲话拢眯伫内底，早时那假使七点的时间，你会当头瓜日头上好，这个咧天然的解。哇，你的身躯的活化细胞对着活化。啊，问上我吃，问九点到吃，八点到吃，你着爱尽量袂当六点，像我拢六点，六点以前吃还是六点着较吃。哦，我六点吃偌好，我早时若咧病房做，我伊讲我早时即顿哦，我真若想再食早时即顿，我手要落手。哦，因为啥个叫自然？哦，作息的习惯一定要下自然，安尼身体才健康。
哦，啊，食系差侪啊，哦，早时爱食好，啊，中昼时爱食饱，啊，暗时爱食食少，啊，无食上好。哦，即个日本的诺贝尔学奖哦，伊较发表一部论文讲哦，人讲七条话则讲过午不食，那中昼时过无食，安尼个身体咱的免疫力，啊，咱的意志力甲免疫力拢敢拢结束好个，就讲哦。你迄个中昼食饱了无食，你枵啊枵，就讲话咱内底迄个细菌，伊就是要聚食，啊伊无物件通食，伊就是爱去食咱体内底坏细胞，就讲把内底坏细胞甲食掉，所以咱内底好个细胞甲一个坏细胞就较少，安尼咱身体就健康。这是一项日本得到诺贝尔生产科就评论出来，所以正是这个话才讲过而不食这个道理。啊，毋过咱真个人，拢讲着讲哦，早时晚食，啊暗时搁晚食，安尼个身体较会好，袂好。所以咱若愈枵，咱个抵抗力愈强，意志力愈强。所以人讲哦，食饱，人讲枵就将全部数，啊饱就无饱，无啥物原因，意志力。所以咱人为了生活，为了生存，即、這个意志力中间哦，比一般食饱搁较强。所以枵无枵袂歹，啊枵真个袂歹。所以我嘛是拢用火药啦，火药我冇用，即个暗时拢中昼就拢早食，不然暗就拢早食。但是迄个腰吼，吼到迄个差不多八点外，还是六点外，还是九点外，迄腰到真正足艰苦的。我嘛咧控制唔能食，控制唔能食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若要控制好十分钟就好啦。你若腰去食一杯水，你腰就过去啊，腰就过去啊。安尼在你的抵抗力、意志力中间哦，拢比以前继续强。所以我即生活改变，饮食改变，啊作息改变，所以我即个体力、耐力、体力、耐力，拢比以前加十倍。所以我昨昏打伫外头倒转来，哦，啊伫泰国，已经自我去反修，啊反修好势，啊落去泰国，有二十一天，但是我倒来我嘛会感觉讲我出疲劳，我啊过一日感觉出疲劳个啊，哦过一日感觉出疲劳个，哦，啊所以今日你即自然同个，你若下自然来作息，你自然就会好。啊，自然得，但是咱只能违背自然。啊，咱这身骨是一个自然，五脏嘛是自然，这系统拢自然。但是咱违背自然的话呢，安尼讲讲就，人讲就错晒就对啦吼。高山讲变个错晒就对啦吼。所以而且讲讲啊，这自然是咱人一定爱规律，办得爱规律。自然就是上界好个能量，哦，上天赋的这自然。但是咱今日去变安尼讲，哦，这自然是咱生活的道场。哦，你修道甲办道内底拢下自然的道，你若下自然，你就有道；你若无下自然，咱就无道。但是自然好讲歹做，请问各位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到底有下自然无？有无？摇头较济啦吼，安尼会安怎样？会安怎样？会死，真的会死的了，真了了哦。哦，渐渐变得死亡的路数嘛吼，所以今天何行呢？叫咱讲迄个啥呢？即、這个第五章第五章，啊，即、這个祖国、楚国、楚国的对嘛？第五章，挪住伫到底经的第五章里面，伊讲即个啥呢？楚国的对啦。你看无网络？这网络无去就无去啊！哦，有啦。第五章就讲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折果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折果。天地之间，其有夺夺乎？虚而不屈，当以欲出。哦，多言少辩，不如书中。这第五章讲的话，自然就对啦。啊，好，我跟你讲这个自然的重要性，和咱的生活内底有自然，和咱的作息内底有自然。和咱的一切啊，皆有自然。所以今日呢，佛学跟恁讲这个啥呢？这个西洋，这个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折果啊，万物为折果了。天地不仁，是哪个天地较不仁？你想看嘛呢？天地该不仁，咱想看天地该不仁，
咱咧讲，咱咧讲灵异，咱咧讲道亲爱关心，啊，要有爱心，爱安那多安那，爱多安那多安那，啊，开脑子甲讲不灵就对啦哦。啊，开讲不灵，这个行过安尼。啊，咱咧讲慈悲，咱咧讲付出，咱咧讲奉献，哦，咱不是咧讲个道亲爱讲嘛哦，这钱不只做无慈悲啊，那无去甲关心安尼，哦，啊，你甲想，咱关心，感觉。咱的关心感到了吼，啊，咱的关心内底敢有情，还是有恩，情甲恩就对了吼。那甲生活关心以情来关心，啊，甲以恩来关心，就用情甲恩来关心，讲这个人就对我较好，这个人就对我较有感情，这个人就听话，这个人就无听话，这个人就拢甲你反对，啊，这个人拢敢拢无，拢咧甲你安怎样，哦。你家想，你家去来关心，所以咱的关心可能拢落在，哦，恩啊甲情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这人食较会贵，哦，我来较疼，较关心。啊，这人较无食较袂贵，我就袂较疼，袂较关心。咱真一般，咱拢有这种的想法就对了，吼、哦。就讲哦，牛屎拢放伫一个臭内底啦。就讲哦，国王拢甲疼迄个，无疼别人啦。啊，上天敢有干那疼迄个尔？啊！圣人到今听迄个尔，干嘛呢？所以哦，达到时刻，啊，达到时刻嘛。所以这个啥呢？这个天地不灵，就讲话伊无心，伊无对别人较好，嘛无对别人较歹，嘛无对你较好，啊嘛无对我较歹。就是讲话，该安那就安那，该好就好，该歹就歹。伊自然无心，来咧施化的万物。这个天地的心无心嘛吼，但是恁今日囡哦，恁大家拢有安尼，恁大家有做到安尼，所以老祖伊甲恁讲，这个自然就叫做无心。我今日囡若无心做一项代志足轻松的，我若假使无心来讲道理，哦，我讲的足轻松；我若假使讲无心来讲道理，哦，我讲的屁屁虫。哦，这个叫做无心加有心，上好我里面道德心来扮演刚修的分量分量，你若想要讲好，你讲就好。啊，你若无想要讲无好，啊，你真正讲会好个，因为好，我感觉讲好真正啊。我来好，我过来跟讲，我来讲好，中间到时拢安尼拢断落去，迄个无当自然的流动，拢断去，拢断去安尼。所以呢，万物为造个，就讲哦，这个自然它没有设定，它没有对哪一个人有什么设定，所以叫做自然。所以一个前辈者，一个国王，一个前辈者，或者一个政治，一个啥？一个物件啦，假使讲有迄个无平等的心来做，在这个政治内边，绝对产生足侪伊个啥呢？争执的。你若看历史啊，康熙亡国啦，雍正亡国啦，啊，明朝帝国，你来看嘛嘞。哦，一个国王啦，对别人暗骂当家，你着一个遐遐遐，着太高不啥啥。你来培养亲像主言，亲像啥呢？亲像这个啥呢？亲像这个啥呢？这个天地相感。所以天地不仁，一万不为则个。这折个，折个就讲论起住来，折个就讲论起住来。伊富贵就富贵，伊贫贱就贫贱，伊要求就要求，有共同就共同。你拢以自然的心甲看，唔是你甲可怜，唔是你甲阴险，论起住来。哦，像今日去，咱这个献歌，咱会使献五盘歌。你献的人，长得来遮摆甲足紧的，摆甲用足侪时间，甲摆甲好足水。所以咱顶边咧五盘粿摆甲足水，就是讲咱这单主人才，就把这五盘粿摆甲足水。等下课，下晡若下课，这五盘粿这单主人才足紧，就赶紧甲接，甲接就赶紧甲摕落来，咁是安尼。哦，就讲这个要接是一盆花就对了哦。伊要接是以前就是甲用甲足水的。但是呐，这些料拢咱足分买，着改善嘞，赶紧改下架。哦，那上架足贵啊，下架就无贵啊，着俗啊。所以物件呐下架足俗嘞，上叫俗是半意思。这意思是啥呢？这个自然。所以咱人有了富贵，别个要求，无论互人听，互人怨妒，还是互人食会贵，甲食袂贵，你拢论起住来。哦，论起住来。所以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折个。春生夏长到秋天，就摧残万物；到冬天，万物就凋零。
这个过程的时阵，咱人在这个富贵贫贱夭寿穷中这个过程内底，哦，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内底，你拢用自然的心来解决。所以呢，咱人啊，无了考验，咱会安怎样？心会安怎样？会安怎样啦？会艰苦嘛？啊，若破病会安怎样？医生啊，看你感情，你会安怎样？你会欢喜还是紧张？啊，应该是若假使讲下自然中间，你就欢喜啦。啊，若紧张会连袂死啦。啊，为什么紧张连袂死？因为你感情中是当旅行的，是十当二十当旅行这个感情的，就是你的生活作息、你的饮食习惯、啊你的体质，唔该产生你今仔日中间你的感情这个啥这个基因。加糖尿病、加高血压，可能是长期累积的，十当、三十当、二十当、四十当累积到今仔日这个病、这个症状啊。啊，你若叫医生检查到你的症状，你怀疑啥？怀疑讲啊，过以外，生活作息、饮食习惯、心态，一定要大大的改革。所以人讲危机就是转机，你怀疑安尼嘛？哦，有地位就是怀疑，有他主人的话，就是怀疑安尼嘛？哦，所以今仔日哦，好也歹，内底有好。卖啦，卖卖卖后壁有好，好后壁有好，卖后壁有好嘛吼，啊好后壁有歹嘛，一切是自然。天地之间一切物件叫自然，富贵贫贱夭寿穷通是拢是自然的循环。所以善你茫轻贱好野人，当好野人就是精神上地界，啊，啊伊是一个轮回，对一个好野不对去上地界，对一个善那么对好野流落。哦，人的好，你们认识；人的歹，你们伫遐看无起，这是用一个自然。所以，你若到时候当体会这个啥呢？体会这个自然的话呢，那么你对世间一切的变化，你拢会抱着平常心来看，都无办好办歹，好的办好的人，办好的人伊拍拼；办歹的人，办歹的人咱伊无拍拼。但是办好你帮人指导，啊办歹你嘛看人无起。啊，好甲歹拢是缘生缘灭。你跟咱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是你过程中间你是不是办到尽心、修到修行而已？是一点，你嘛是外向的比较，你是外向的比较，你会死，你会着相。哦，所以一点中间哦，爱下主言就对了。说虚用章，就是天地不灵，一万物为则个。性灵不灵，性灵为什么在不灵？性灵伊甲所有修道办道，所有修道办道伊的文章，哦。伊个程序，哦，伊个道理拢写伫经典内底，哦，所以今日修道甲办道的人中间哦，你要体会经典里面讲什么，你讲啥，伊个经典内底你咧讲啥，咱较有法断讲哦，咱较有法断讲哦，免呐修道跟办道嘛哦，所以今日性灵不灵，伊是化天地伊个无灵，化天地伊个啥呢无为。伊是下化天地，伊个无为，个性不灵，以百姓为则个，所以百姓为则个就讲嘛，咱今日去修道办道，修道办道办到某一种的阶段，某一种的程度内底，某一种的时间内底，上天绝对会来出一个课，哦，会灾课，啊会也会灾课嘛，会命课，会也身体课，会颠倒课，啥物课都有。每一个人的课都无，为甚物才有课？课地位，课咱的业力，课咱的因果，哦，课课咱的精进，就是讲你到某一个程度中间，上天到底甲你过诶，毋是春天、夏天、雨天，是到秋天、冬天中间甲你过，你才能够成熟。所以，这个是性灵不灵，哦，就是今日今日你定个了解讲哦，性灵到底咧讲三分道理嘛哦，所以性灵不灵，以百姓为则个，哦，百姓为则个，所以你要明白，假使讲。落大风，透大雨，地动来啦。上天到地盘较好，无拢相共，大拢阴气，大拢倒，大拢爱死，结束来大拢爱死，这正常。哦，这是正常的嘛吼、哦。所以今天叫做自然。所以今天修道，不论是你有了什么境界高，我们都能够回归自然，安尼好唔好？好了吼、哦。来，脱手。这个朴素，什么色上好？啊，面色上好嘛？啊，甲素色上好嘛？
啊，你个宣传敢是白色，敢是素色？宣传嘛，你过一个图，像这大千像这条图哦，即马市场开价开到两亿外安尼吼，一张大千就对啦，迄个图安尼大概开价开到两亿外，小图两亿外呢，哦，够价值的许个吼，但是内底有伊个精神呢，啊，但是你画这条图中间伊个底，迄个朴素，所以道场穿什么衫？白衫、白衣天使，那个素色的空阔、素朴素。啊，恁的厝什么色上好？白色上好。白色，恁若天光用白色的，啊，涂骹阁用白色的。啊，恁若假使讲脚底拢用白色的，哦，啊，顶用白色的啦吼。啊，恁的这个，恁的这个衣柜，衣柜叫系统加些衣柜啦吼，橱柜。弄个黑色的，叫做黑白配，这是全世界极简风装潢，上盖新本，上盖低，上盖好看，搁来看，哇，伊个色地就对啦，新本上低，啊色地上好看，那个更正，所以伊个厝呐，叫做白色的橱窗，啊白个天棚，啊个白壁，啊你个啥呢？系统家具弄个黑的，包水的。非常水个，对，真正足水个。哦，我下面这间佛堂，我改装间呢个足水个，对。我非常水看，讲好，爱只光整，佛堂足光整，佛堂足水个。啊，唔忙安尼话，一间厝内底五色、六色、后乌色、后白色个、后哪色个、后青色，啥物色拢有，安尼叫做五花缭乱。哦，所以讲不苦，全世界也不苦。哦，极简拢世间，全世界迄个啥个上盖好，哦，伊个豪宅。迄间厝拢十几亿，哦，二十几亿伊个厝，伊啊咧，迄个啥木工家己在看，极简风，包括外口伊个橱窗，那无用即个米黄色的，啊无白色的橱窗，皆非常水的，叫做黑白配。啊，你个门铁门用乌的，啊，甲伊墙啊用铁门用乌啊墙啊加一白的，哦，安尼起嘛足水的，非常水的。这个极简风是本身加上去看，会感觉阮迄间厝足干净、足水、足好看。哦，你啊看迄个豪宅内底，几乎的设计拢安尼发济，哦，所以今日变得朴素，诶，朴素，就讲哦，无安尼穿几啊衫，一件厝穿几啊衫，足歹看的，哦，啊内底也穿几啊衫，外口穿几啊衫，啊用到外国是说，哦，即种就无好看，所以朴素，上耐看，去看会久，啊，即个看会顺，内底佫光整，人讲个光厅暗房个对啦，迄厅也足光个。啊，光线阁足好，内底阁足舒适个。啊，恁即个佛堂用白光呢？白个光，白色伊个啥？伊个即个灯。哦，啊，然后咱个客厅、咱个房间、咱个厨房，用黄灯，黄灯，啊，你个足舒适。即是话，素质要求，设计师应该个设计就对啦。所以今仔日咱算设计，叫做美感，叫做美感就对。美感就是讲哦，设计一定要算即个设计。哦，一间厝就是讲顶咱穿个衫，一间房，一间厝内底就等于咱个设计就是上太好，设计拢是外口，啊设计愈简单愈叫做朴素，叫做朴素。那么这朴素呢，是咱修道哦上盖管的境界，哦是咱生活和居家上盖管的境界，是咱饮食习惯上盖管的境界，是咱作息上盖管的境界，叫做朴素。无花俏，无花俏对啦吼，无花俏。哦，无花俏，像咱修道人足简单的穿插，就讲哦，穿白衣、蓝色的裤、甲乌色的裤、乌色的裤甲蓝色的裤，永远袂替流行。你看迄业务员拢穿蓝色的裤，啊，着黑色的裤，甲穿白衣。迄汽车的业务员拢穿蓝色的裤，甲黑色的裤，穿白衣，而且是因个 mark， 因个 mark。你看变如内底伊个装修啊，甲边头不得装修哦，啊，甲高级些的装修，伊内底哪个乌色就白色的。哦，卖高级些啦，变夜上夜卖场，就乌色到白色的，所以现在叫做朴素。哦，这个叫做概念就对了哦，这个概念安尼啦哦，所以朴素是咱人哦修道上盖管的境界。那么咱今日有朴素无？敢有？啊，应该是有嘛吼。啊，咱咩朴素？是咱的心爱朴素，咱的行为爱朴素，咱的居家爱朴素，咱的生活爱朴素。哦，咱的想法太朴素，即个见素朴朴，见素朴朴嘛，即老子在即十九章伊讲的话嘛吼，
几点啊？啊？十点？十点十分哦，那就搞啊！那就搞啊！那卖讲啦吼，哦，未使去讲，还未使上那个时间呢。哦，这个、结论啦、啊、吼，《道德经》是咱中国书上大创作、大文学，注解者有八百几种啊，对啦吼。大者见大，小者见小。天开天地开辟大大，非智不能解，观其耳就对啦吼。哦，观其耳，老子每一个朝代拢来转世，代代转世，也转世即个功成主。哦，而迄个佛起心龙五帝一直拢转世，代代转世，到咱平地转世咱也毋知啦。哦，代代啥物朝代拢会转世嘛？哦，天地开辟，代代非智不能观其奥，非智不能解其文。知经义，以经为本，以虚为阳。天下事，运在玄变，妙在国事。修心者家万事万利万不万事不可逾越，这是我的结论。哦，道德经是真好，希望咱大家唔忙吃亏这个范围，吃亏范围不能家己接受，你家己去接受。世间常在公平，哦，世间常在道理常在公平，哦，唔是你讲啥话，当会当安怎样？上紧上紧咧家己看，唔是你的想法，唔是用咱想法咧看道，用咱想法看道，你是真正哦，太祝福了，对了。所以伫个道理，毋是咱想法，当去看。希望咱大家中间会当修道、行道这条道，当讨智慧，会当圆满。以上祝咱各位大德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众群聚，感谢王典老师慈悲前大义鞠躬。坤道义鞠躬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我们的主持人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休息时间哦。